以光为媒，望以光为媒，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观众朋友们光来上好，光也光光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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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上好，光也极具大批光电行业的知名科研专家、教授及企业英领，从技术与产业两个方向，远程在线分享激光光学、光通讯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和热点应用。光研万物线下系列研讨会齐聚众多行业大佬，面对面探讨行业应用热点与产业未来。2021年，我们将秉持初心，继续为大家传递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与大家共谋光时代。本期会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 Melo Systems 公司应用工程师台朝阳博士给大家做分享。台博士从事超稳激光器的研制以及光学频率书相关应用的研究，同时我们还邀请到超稳激光和量子技术专家迪帕克·潘迪博士、高级售后服务经理傅林统、销售经理杨海东作为本期的特邀嘉宾为大家做解答。本期课程分为参考腔的物理特性、激光稳频和 PDH 技术、 Melo 超稳激光器产品、超稳激光应用案例、演示视频、超稳激光器出厂测试五部分。法布里帕罗标准距是超稳激光系统的核心，在超稳激光网络研讨会第二期中，我们主要探讨参考腔的物理特性以及 PDH 稳频技术，包括下面内容：圆柱和立方体参考腔的结构，参考腔系统对温控、真空、隔振以及腔径的反射率等参数的要求。简介：激光稳频，特别是 Pond Driver Hall 技术。Melo 的产品如何兼具优异的性能和高的集成度？Melo 定制化的系统如何适用于各类应用？产品演示，通过两台超稳激光系统拍品测量带出厂产品的稳定度、相位噪声。 Melo 诚挚地邀请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学生、实验员以及所有对超稳激光器以及时间频率计量技术感兴趣的观众和朋友参加此次网格研讨会。下面有请台博士为我们带来精彩分享。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 Melo 网络超稳激光网络研讨会的第二部。在正式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惯例介绍一下公司。Melo 呢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高精密计量设备的一个生产厂商。是因为获得诺贝尔奖的光学频率书技术而闻名于世。那 Melo 的创始人呢是T.D. Hensch 教授，他也是05年的诺奖的得主。Melo 现在在总部是在德国的慕尼黑，那在中国和美国都是有分公司。中国的分公司叫做上海 Melo 量子科技有限公司，是在去年成立的。Melo 的CEO 和 CTO 呢也是Hensch 教授的学生，是分别是Michael 梅和 Ronald Hosworth 博士。他们对于 Melo 的这个公司的运行来把控。然后 Melo 除了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领先的这个光学频率书技术以外呢，还生产今天讲的这个超稳激光器、亚赫兹的线宽的激光器，在几乎大家可以用到的各个波长都有。然后呢还有这种台赫兹时域光谱仪，方便集成到各自的系统里。另外呢还有这个菲格奈索模的飞秒光纤激光器。今天除了我作为主讲人之外呢，我们还是很有幸的请到了各位嘉宾，分别是来自 Melo 德国RS 部门的设计的物理学家 Deepak Pandey 博士，还有我们的售后服务经理傅林统
先生以及销售经理杨海东先生。佐普博士，我们的主管今天其实也是来到了这个直播间，但是他意思是呵呵把副工的这个放在这里，因为可能了解 Menlo 的，就是或者是 Menlo 的客户，看到副工还是非常的亲切，副工也是会帮助大家来安装以及处理各种各样的售后的问题。那我想说的是，鼓励大家在我说的这个期间就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打到这个直播间里，我们后面有非常多的专家都在积极的为大家回答问题，然后Deepak 博士我们也会翻译一些问题给他，然后其实上一场的时候有位观众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是那个。锁相电路就是温度控制的那一路是不是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Deepak 博士其实也是在我们的那个群里给出了答案是模拟的，然后我们也是反馈到了直播间里。那这次呢，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用英语直接打到直播间里，@ Deepak 博士。好，那今天的主题叫做激光稳频的原理和技术。来理解为什么这个超稳激光可以达到这么高的稳定度吧？那其实也是怎么说呢？这个题目有点大，因为今天主要讲的是一个超稳激光器，也就是基于超稳腔的这样一个激光器。那说到超稳腔的第一部分，我们就先来讲一下超稳腔。那基于超稳腔的超稳激光器，就是这种激光稳频的技术呢，它是原理就是我们从超稳腔的这个长度的一个稳定度作为它的参考，来把激光器和这个腔共振锁定到这个腔上面。那么这个时候激光的这个频率稳定度就等于超稳腔的这样一个长度的稳定度。所以呢，超稳腔的这个长度的这个任何一个抖动都会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激光稳频的一个结果。那这些抖动包括哪些方面呢？我介绍几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因素。那首先，当然振动会对腔长产生一个影响，因为这个腔呢，它也是一个ULE，一般是 ULE 玻璃做成的一个材质。那么在一定的受力作用下呢，它会产生一个形变，最后会反映到这个腔长上，也就是最后的如果锁定的话是一个激光频率上面。所以说对于腔的这个设计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这边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腔。它的一个支撑从下面，放在下面的这个支撑，如果转到这个它在比较对称的在轴上面的这样一个支撑的话，它的对于数值方向的这个受力的敏感度会降大概100倍。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结果，这个就是受力这边是一个最后产生的一个相当于形变，就是对频率的一个影响。那如果我们设计好了这个腔型和支撑的话呢，这个加速度敏感度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这边有一个100倍的一个提升。那对于这种圆柱形的腔呢，它有一个三个方向 X、Y、Z 方向，它都有相应的一个加速度敏感度的一个系数分别是这样的一个系数是。多少多少乘以10^11每季，就是在一个季的这样一个加速度下面，它产生了多少的一个长度的一个相对变化。那现在呢，对于超稳腔来说，做的可以说最好吧。以我的理解来说，做的对于腔型的设计以及支撑是吧？抱歉，我把激光笔调出来。对于腔型的设计以及支撑，做到最好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立方体腔型的设计，以及它的一个支撑是一个正四面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撑，这样的一个超对称的腔型的设计和它的支撑结构呢，
就保证了它的一个超小的一个加速度敏感度。这个加速度敏感度呢，可以达到可以看到刚才是几十乘以十的负十一，那这边可以甚至可以达到0.01乘以十的负十一次方每 G 这样的一个非常小的加速度的一个敏感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腔型的设计以及支撑呢？甚至说，在测试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腔颠倒过来，让它产生2G 的加速度。那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激光仍然是锁到了这个腔上，可见这种结构它的一个非常的牢靠吧。另外呢，刚才说到了是振动，那我们做实验知道这个实验室，这个环境。几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就是一个温度、振动，对吧？那这边还有温度，那温度呢？当然，因为这个腔也是一定的材质做的，比如说那所有的材料基本上它都有一个热胀冷缩的一个效应。那么这边虽然我们可以用到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材料，叫做 ULE 玻璃，就是超低热膨胀系数这样的一个玻璃，但是呢，它。依然是会有一个膨胀系数，但是呢，这个膨胀系数在室温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零点，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零点，把这个腔稳定到这个CTE 的零点上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让它的这个腔受热膨胀的这样一个效应降到一个最低。那根据定义呢，这边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关于热膨胀系数的一个公式，同样呢，刚才说到了，激光稳频到腔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可以得到这个，激光的频率，就是它的锁定的这个频率，随着它温度的改变，就是我这个腔的温度的改变，它是一个抛物线型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呢，我们可以用比如说两台超稳激光。或者一台超稳激光加一个光疏来找到这样的一个热膨胀系数的零点，就是在这个抛物线的顶点上，然后找到这样的一个零点以后，把它温控控在这个顶点上，在这个 CTE 的零点上。那这边给出了一个大概的结果，就是说如果我们控的这个温度点离热膨胀系数零点有0.1K，那我们。如果要做到十的负十六次方的一个稳定度的话，我们需要一个VK 量级的一个温控。当然呢，这个 VK 量级的温控其实是包含了主动以及被动的这个隔热罩等等这样一个多重的一个措施。而且呢，这个负十六次方的一个稳定度呢，其实也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因为我们要的一般是秒稳等等这样一个稳定度。那么，比如说我们时间常数很长，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它的变化虽然很大，但是它在秒这个量级上呢，它的变化相应的还是比较小的。那比如说我们把刚才的振动。包括温度等等这些因素都给它隔离掉以后呢，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有一个物理上的一个，还是有一个物理上的极限的限制因素，就是由于腔还有腔镜，包括镀膜材料的这样一个布朗运动，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热运动，导致呢它的腔还是有一个。腔长还是有一个没法规避掉的一个起伏，那么这个起伏，有没有办法来把这个极限往下再来降低呢？也有办法，就是比如说我把腔镜基底的材料从 ULE 换成熔石英，把这个镀膜的材料从介质膜换成单晶膜。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机械损耗的一个数字，一个参数会有一个提升，会反映在这个最后的热噪声的一个降低里面。当然，这边给的热噪声是频率噪声的一个给法。
那然后呢？其实，再通过这个公式，我们其实也可以得到，如果要降低这个热噪声，我刚才说的是降低这个机械损耗，就是这些材料的一个关系以外，还可以呢，通过增加腔长，当然这个是德尔塔 L 比 L 长了，肯定它的稳定度高。另一个呢是增加这个光斑的半径，这个当然也是由腔的这个。腔径的曲率决定的。刚才说到的是在频率噪声上的表达，那这边给出了一个在稳定度上的表达。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我们做的这台超广激光达到一个热噪声极限呢？我一般是看的是稳定度的一个表现。那这个稳定度的表现呢，它如果从这个频率噪声 f 分之一的这样一个噪声算过来呢，它是一个。平的一个 floor 一个平的一个线，那么如果我们算比如说这边的一个例子，它达到了这样一个在1秒附近达到了这样一个平的这样一个热噪声的极限呢？我们而且怎么说呢？这个热噪声极限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公式来算到一个非常非常精确的一个值吧。那么我们如果达到了这个值附近呢，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其他的噪声压的已经够低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想要提升性能呢，可能还要去在材料上呀这些地方想办法。如果我们这个系统已经做成了，那我们知道现在大功告成了，这个系统最多可以做到这个程度。这边给了一张表呢，就是 Menlo 的超稳激光它算出来的一个各个腔的一个热噪声的极限，根据腔长还有。它的腔的一个基底，包括镀膜都有一个提升。待会儿我们也看，可以看到它用在这个系统里以后它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子。那这边给出了一个表，总结了我刚才说到的包括振动包括还有这个宏观的。包括振动，包括看啊，对宏观的这个热效应，就是热膨胀，然后还有微观的，就是这个布朗运动。另外呢，其实还有这个我没提到的，就是因为光在这个腔里面走，它是有如果正常情况下它是有空气的，那其实要抽真空来避免这个折射率对于光程的一个影响。另外呢，还要加隔音箱避免这个外界的空气，包括这个声压对于这个光路包括这个里面的腔的一个影响。最后呢，还有一个不太好办的问题，就是腔会有一个老化。那这个老化是由腔的自身的一个再结晶这个玻璃的再结晶来作用的，所以。这个一般的办法呢，要么是我们再换材料，那另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腔再锁到原子上，就是相当于做成一个光钟。那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个真空隔振隔音温控腔镜基底镀膜材料，包括这个 cavity drift 这些功能呢线性漂移消除的这些功能呢。Menlo 的超稳激光是都具备这样的一个功能。那第二部分就是刚才说到了腔，那激光怎么锁到腔上？现在最主流的办法当然是PDH 的这个技术。因为这个题目起的比较大，所以激光稳频呢，其实涉及到的方面会非常的广。那我们这边还是有一张。PPT 介绍了一下这个激光稳频稳到这个原子分子它的一个跃迁谱线上的这样一个办法，一般是通过这个透过这个原子，激光通过这个原子，然后来探测它的一个吸收谱线这样的一个办法，来得到它的一个误差信号，最后再反馈到这个激光上。那稳到腔上呢，就是当然是现在对于腔稳频来说，它是
说我提到了也是用到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激光的频率抖动等于这个枪的这个长度抖动。那么其实稳到枪上之前呢，在 PTH 之前呢，一般还是用到这个透射的一个信号来稳定的，就是看这个透射峰它的一个抖动呢，来判断是不是它锁定到了这个透射峰的一个峰值上面。那但是这种办法呢，没有办法区分激光的强度噪声和激光的频率抖动，所以呢，后来在随着这个引力波，那就是 LIGO 的这样一个发展呢，提出了 Pound Drive Hall 的这样的一个激光稳频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呢，用的是枪的反射光。那这个枪的反射光呢，又经过了调制，就是说这个激光首先会经过一个 UM 的调制，调制出两个边带来。然后呢，我看它的反射信号，这个反射信号里包括了枪泄露出的光以及这个两个反射边带。那么两个反射边带呢，其实是作为这样一个参考，来和这个枪的湿邪信号来拍品，因此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误差信号。那这个反射，因为是反射光呢，它也会把频率噪声和这个强度噪声来区分开来，而且这个误差信号呢，它的斜率也是非常的大。误差信号的斜率呢，主要是取决于这个枪的精细度。那枪的精细度呢，主要是取决于这个枪镜的反射率。另外呢，这个枪的这个精细度越高呢，那枪的这个线宽也会越窄。而且就是说，枪的线宽越窄的话呢，这个斜率越大，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很多人会对这个精细度非常的执着，比如说稳频一定要用到大于40万的精细度呀什么的。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可能没有必要的。对于非常可能是负16、负17次方的稳定度也是没有必要的。可能我认为，25万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精细度的一个数值。那这边有一个精细度，它如就是说这个精细度会影响斜率，那斜率会影响什么呢？会影响这个叫做剩余幅度调制的这样的一个PDH 里面的一个噪声吧。那这个噪声会对PDH 的误差信号产生一个偏置。那产生这个偏置以后，如果这个偏置不稳定呢，这个偏置，它的由于它上下的这个抖动会转化成它的频率上的一个抖动。那么怎么说呢？这个剩余幅度调制其实在大多数的系统里面都会用到被动的或者是主动的方法来抑制它。所以说呢，很多客户纠结的精细度其实也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实际意义，我们需要看的是这个超稳激光最后的输出指标，而且 Menlo 的系统呢，这个精细度都是这个剩余幅度调制一般都是加了主动和被动的控制两种控制。那第三部分我就简单说一下 Menlo 的这个超稳激光的产品。这边首先有一个DIY 经验，就是说，可能搭过超稳激光的朋友，对这一幕会比较熟悉。就是我们要搭一个超稳激光系统，要用到一个光学平台，下面垫一个主动平台，上面垫一个面包板，等等等等，垫了一堆东西，然后上面搭一堆镜子，再有真空的一个系统，然后外面一堆连线，还有电源之类的，等等等等，需要这边最好的情况需要2个人花费几年的时间搭出这样的一个，看起来不怎么优雅的一个系统，而且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怎么说呢？性能也是，自己搭的系统性能也是会，需要一步一步改善吧。
然后另一个呢，这个系统其实占地比较大，不仅包括这部分，还有包括下面的、外面的，其实有很多配套的东西，可能在这张图上都还没有画出来。另外呢，商业上已经有现成的产品啊，比如说门路有超稳激光器，我们可以直接买到。那么，而且呢，怎么说这样？因为自己搭的话，自己买散件，可能下来这个价格和这个商业的系统，最后买到的这个到手价格其实，差不太多，可能还会更贵。如果就是有朋友自己不想搭呢，可以直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系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然后 Menlo 大概有三种系统，第一个就是 ORS，叫产品代号叫 ORS。这个系统呢，它是一个基于12厘米的 PCB 的这样一个腔，线宽小于1赫兹，稳定度呢是在7乘10的负16到2乘10的负15根据不同的这个腔径和镀膜材料。然后呢，它同时有一个运输锁定的装置在这边，比如说我这个腔从德国运到，比如说中国客户的手中，我会保证它不会。不用再重调光路啊，不会也不会损坏之类的。那第二个呢是这种刚才说的 NPL 的立方体腔，Menlo 有它的一个专利啊，这个腔也是小1赫兹的线宽，稳定度小于1.5到3乘10的负15每秒一秒。另外呢，这个腔它是一个，因为它是正四面体的一个固定，所以它不需要一个运输锁定装置，它直接是固定好的。它经过运输以后呢，也是不需要再客户来重调光路，非常的方便。第三个呢，也是立方体腔，但是这个系统相比于这个系统，它更小，大概就8U，8U 可能就20-30公分，这样的一个系统。但是这个因为它里面没有隔热平台，还有一些可能少了一些控制的东西，所以它的线宽是小于2赫兹，而且它的稳定度是5乘10的负15。那这样的系统呢，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个应用的。对于很多应用，如果不追求一个极致的稳定度，也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非常迷你的一个系统。这边是一个选型的矩阵，就是说圆柱形腔、立方体腔它在不同的基底镜片、基底材料和镀膜下，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稳定度？这边给出了一些解释。然后呢，这边是一个实际测的一个曲线啊，在我们 datasheet 上也有，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基于12厘米的一个 ORS 它的一个稳定度，可以看到它在镀了这个晶体膜的时候，稳定度可以达到小于7乘10的负16，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另外呢，相位噪声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数据。除此之外，就是成套的产品之外，Menlo 也是会单独卖这个腔的，就是这种带真空腔、带温控的一个超稳腔的一个系统。那像这个立方体腔，它的一个体积非常的小，大概就这么大的一个系统。那么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它带温控、带真空控制等等。另外呢，它还可以测这个热膨胀系数的零点。另外呢，如果说客户他手头有一个种激光，但是不想搭这个光路呢，我们也可以把光路带在上面，自己接种激光就可以。下面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多的一个选项，方便客户来用到自己各自的应用里面。刚才说的这个单晶镀膜当然这个单晶镀膜是镀在这个熔石英基底上面。这个熔石英基底呢，也是有这个 ULE 环作为补偿的。对，这边也是有这个补偿。然后呢，还有一个多波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选项，就是说，我这个镀膜的它的范围比较广，然后在可能在几个波长点，甚至两个甚至几个波长点，我都可以达到一个高的精细度这样的一个多波长的一个选项。另外呢，对于整套系统来说有一个多普勒噪声抑制，也就是光纤噪声抑制的这样一个选项。这个选项呢，非常的实用。就是说，如果我这个超稳激光我要传到比较远的地方，经过了也许几十米的光纤，那这个光纤会引入非常多的噪声来淹没这个超稳激光它本身的一个雅赫兹的线宽。
但是如果我加了这样的一个多普勒噪声抑制的系统啊，这样一个模块呢，我就可以保证从那个几十米的光纤传过来的地方还是一个和原来的稳定度相当的一个稳定度，还是一个亚赫兹的一个线宽。同时呢，还有这个备频选项，也就是说，如果我要698的一个激光，我会做一个1397的，然后再备频过去，也是不会引入额外更多的一个稳定度。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另一个很实用的选项叫sideband locking，就是边带锁定。这样的一个边带锁定呢，它可以让超稳激光的这个输出频率连续可调。因为其实超稳激光它是锁在一个腔的纵膜上面，那么腔不同的自由光谱区，如果我没有这个功能的话，我只能在一个到另一个自由光谱区之间来跳变。那我有了这个 sideband locking 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自由光谱区之间连续的来这样的调，非常的方便。然后呢，另一个其实也是可以调频率的，是这个用 AOM，但是这个呢，更多是用在这个光中上面，也就是说我这个来找它这个中的跃迁频率，我可以用 AOM 来加这个相应的频率，而且把这个最后探测，包括用原子来驾驭这个超稳激光的这样曲线性漂移的功能，都加到这个AOM 上面。那应用第四部分应用，首先之前也讲过，在光书的应用里面也讲过，就是这个超微波。超微波呢，首先我们会用到光书，光书呢要锁定到这个超稳激光上面，就是光频锁定。当然 CU 它还是一个射频锁定，但是重频呢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光频锁定，一个超稳激光器。那这样的一个光频锁定的光书呢，它就可以把超稳激光的稳定度高保真的传递到一个微波领域产生一个。如果我们探测重频或者说是重频的高斯谐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微波信号。这个微波信号有多好呢？这边是之前门罗和巴黎天文台合作的一个案例，就是它的相位噪声是一个世界纪录的水平，17年的时候做的，现在应该还是一个世界纪录的一个水平。那么它的稳定度呢？这边其实这个图相对来说比较老，它是一个在短期在是一个最好的水平，然后长期呢，我们可以用轻中来驾驭它，也就是说把这个超稳激光的漂移用轻中来去掉，或者说呢，其实还可以用光中来去掉，那这个稳定度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是一个稳定度也是一个最好，因为其实这边 CSO。就是超低温蓝宝石晶振呢，它稳定度长期稳定度是在一个大概-15这样的一个量级，和光生微波是可以媲美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通过光疏把这个光生微波锁定到这个原子团上，锁定到光中上面，那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稳定度、最好的相位噪声的这样一个微波源。这边 Menlo 根据之前的这个经验，已经把这样的系统来做成了一个产品落地了。那这包括四个部分：光疏控制电路、微波微波生成的部分，以及超稳激光器。它的相位噪声这边给出了一个更清晰的图吧，可以看到它的相位噪声是最好的，比这个CSO 好，比这个SLO 包括其他东西光电振荡器等等也要好得多。那刚才说到了，其实可以把超稳激光锁定的，可以把那个光生微波最后追溯到这个原子团上面。那这边的一个结构呢，其实就是一个整体的色光中的结构，而且包括最后的超微波产生时间产生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整体的结构是一个怎么样的呢？就是这个光疏首先锁定到超稳激光器上面。超稳激光器呢，通过这个原子团来纠正它的一个腔的这个线性漂移。那么最后我再
微波波段探测这个数尺，来得到一个超稳的微波信号。那同时呢，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样一个丝光钟系统呢，它还可以有一个1.5微米CW 激光的一个输出，还可以当然这边的一个有许多的一个 CW 激光、冷却激光、冲锋谱激光等等在上面。这样的一个系统呢，门路也是已经做成了产品，包括大概3个机柜，一个机柜超稳激光，另一个机柜包括 CW 激光和光疏，另一个机柜电子学机柜。当然，就是说现在的产品最新的产品和这个外观稍有不同，就是把这个示波器、频谱仪等等用一块触摸的一个一块屏幕来全部来代替了。那这个系统其实也包括了超稳微波产生这个部分。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它的可应用的一个范围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包括我们现在非常火的量子计算、量子2.0的一个应用，也是可以用这样的系统来实现的。哎，好的，那现在就是第五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那个视频，上一期的视频呢，我们是看到了Morris Lessing 博士，就是我们 ORS 的产品经理，演示了超稳腔这包括真空腔等等，包括系统它这样的一个组成一个构成。那这一次我们把这个视频看完，看我们 Menlo 的超稳激光出厂是怎么来测试的，就是两台超稳激光的比对是怎么来完成的，以及比对的结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当然，这个视频我们现在就可以去 B 站上来观看一个完整的视频。好，我现在来放一下这个视频。Okay, so now we come OK，to 这个是前面的部分，the live 我 session part of the webinar. 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就是这个先是 套这个枪，包括里面的超稳枪，包括外面的真空枪，有时锁定，然后最后讲到这个两套系统的能力，包括它的组成，它的软件。And then here you got all your optics. 光路。Okay, and then 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Q-tip. So here you have one hour. 好，Then what we set up here is 这边 basically, so 开始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两台的一个拍点。You just got a 50 PM partner, and then we got a photolight here, which is enough to generate a headroom light read. And here we have a spectrum analyzer, which looks at the signal. And so here you have a span of 3 gigahertz. And currently, because we're ramping the laser, so this is the optical beam. And because we're ramping the laser, you see this 10 hertz ramp on the beam. And so now we have one cavity with the free spectrum range of 3 gigahertz and one with 1.2. So then you find your beat when you go to different cavity modes somewhere below around about 600 megahertz. Okay, and we know that, so this cavity is already locked, and this one here is currently being ramped. That's why here we see the PDHO signal. So this is the main mode, and this is the side band, and here the pattern just repeats. And you see here the transmission photodiode signal, and what we see is that you have transmission on the side band, but of course not on that, sorry, on the main mode, but of course not on the side band. And then what we want to do is now lock this cavity to the main mode. And so I will demonstrate this now. So what we can do is to, so first I will demonstrate here that this has an effect on the R signal. So you see here I can move the temperature and I can move the mode. And if you look on the beat, I can also do larger steps. And you see here that I can basically move away the laser from the cavity mode. And I can of course come back again, which I do now. So now in about a couple of seconds, the signal should come up again. Yeah. Okay, so here we're back at the mode. And then all you have to do to lock the system is pretty much just the click of a button. So I press this
integrator, and then I just tune a bit the temperature to actually go to the mode. 1 second. Okay, so I'm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1 second, I unlock it again. Go in a smaller step. Okay, and now if I engage the lock, it should lock. Okay, yeah. So now you can see the system is locked. I can also take it out of lock again. You see the arrow signal. And I can lock it again. And what you see is that the transmission increases because now you have the light and the LED. Transmission goes up. And yeah, you see that here's the in-loop arrow signal, and this is the transmission. And you see here that now the system is basically engaged, so this controls the current, and now we can also lock the integrator, which doesn't work in touchscreen, unfortunately, but like this. And so this integrator will now, this is the temperature of the laser, so this integrator integrates the current and then feeds back to the temperature of the laser, and like this, the system stays locked over weeks. Okay, and so here you see the optical bead, and this is a CW bead, so you have a lot of signal to noise. It's quite easy. And so now what I want to show you next is the typical performance of these systems. So to make that quicker, I prepared the measurements already. So I will show you now what the performance looks like. So basically, once you got the signal read, what you want to do is you can measure either the phase noise or the frequency stability. So the frequency stability we measure with an FXC counter. For this, you have to mix such a read, which is a couple of hundred megahertz, down on the synthesizer in a comfortable range, so somewhere below 60 megahertz, say. And in that case, we mixed it down to 10 megahertz. And then here we counted with 0.1 second sampling time. And here you see we have a trace of 12,000. So that means it's 1,200 seconds. And so now what you see here is basically a linear drift. And that is due to the shrinking of the cavity. So the cavity shrink over time. And here we have a linear shrinking. You always se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avities, but in that case it's roughly 70 millihertz per second. But this can very easily be compensated for, measured by a frequency power and compensated for. So this we've done on the next slide. So here the linear drift is subtracted, and then you see here, so here on this scale we have frequency fluctuations in hertz, and you see over like 1,200 seconds you have a peak-to-peak fluctuation of maybe 15 hertz, so on a 200 terahertz carrier. And now, typically, you're calculating something like an Allen deviation, so here's modified Allen deviation. And so here first, I calculated in the case where the linear drift is not subtracted. So what we see here, at 1 second, we are at 1.7 times 10 to minus 15, so the subhertz. And then what you see here is that basically a linear drift kicks in at longer timescales, and that's what I just showed you, but this can be easily compensated. And when you compensate for the drift, so what you should realize is now that here the scale change, so it's on the 10 to minus 15 to 10 minus 14, while on the book before was going up to 10 to the minus 13. And now you say we have reduced the long term, so at 100 seconds, it's much lower the fluctuations than before. And yeah, so this is the standard performance that we expect. So at 1 second, depending on what exactly you need, we have some options where you can have better neurons. And you can even go in the mid 10 to minus 16 range,
But if you use really mirrors, then typically we expect, you know, 2 times 10 to minus 15, for example, depending on which cavity you have. And yeah, this is the sub-bounce performance which you can get from these systems. And of course, we can not only measure the RF, but we can also measure the line width of the laser. So I told you the cavity itself has maybe 5 kilohertz, but because the pH block has so much gain, you can actually stabilize the laser to sub-hertz. And here is the same heterodynamic as before. So the way we did this measurement is we mix it down to even lower, say 5 kilohertz, and we have an AD card that gets that sine wave, and we run a fast F15. And basically this is the line width of period out. So here we have a line width of 0.6 hertz roughly. And yeah, this we measure for every system, we have manual. And we have in-house systems, and we characterize every system in terms of stability and line width against our reference. Okay, so this basically finished the presentation, and now we need to hear questions to set up. Hey, 好的。嗯，好，那现在是大家可以提问。其实我刚才已经看到有很多问题过来了。我看一下啊。有一个问题我想先回答，就是能否具体介绍一下超稳腔最佳精细度25万这个值的推导？怎么说，我可能我先抱歉啊，就是我刚才可能说的让大家产生误解了。我的意思不是说25万是一个最佳的精细度，而是说对于很多很多很多应用来说25万是一个足够的精细度。当然如果有100万的精细度是也是很好的，除了就是可能做腔耦合比较也稍微有点困难之外，对吧。那而且呢，其实现在怎么说，就是超稳激光现在最好的一个稳定度在负十七次方量级。那在这个要达到这样的一个超高的一个稳定度的时候呢，甚至说负16、负15低的负15这样的一个稳定度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也会用到剩余幅度调制的一个控制来不管就是这个精细度是多少。就假如我精细度是100万，我可能还是要用到一个主动或者被动的这样一个剩余幅度调制的控制。所以说我的意思是大家不要纠结于这个精细度，这个腔的精细度到底是多少，然后一直纠结这个事情，而是要关注说我这个系统最后的输出指标是多少，我达到的稳定度达到的一个相位噪声这样的一个指标是一个什么样的。我想先澄清一下这个问题啊。好，还有问题我看。如何提高误差信号斜率？误差信号斜率就是精细度越高，误差信号的斜率就会越大。这个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然后贵公司超稳激光器本振频率是多少？频率分辨率是多少？我理解这个本振频率就是输出的频率，就是因为本振频率的话就可能说是种子激光的频率，但是其实也就是因为它锁定到腔上，它这个频率会锁定到腔上，也就是会跟着调。那么这个频率是一般我们 Menlo 可以在500到应该是500到1600纳米之间来给大家提供这么宽的范围，可以选择你任意的一个频率输出点。频率分辨率是的，频率分辨率我理解就是线宽吧，线宽
一般都是小于一赫兹。刚才说到的这个产品，两个都是小于一赫兹，另一个是小于两赫兹。锁定到 FP 枪和气体吸收谱上各有什么特点？请对此评论一下。锁定到我比较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一期也是主要是讲超稳激光，所以主要是说锁定到 FP 枪上。气体吸收谱呢，我不是特别了解。对此评论呢，就是锁定的 FP 枪上，一般它的短期稳定度会更好；锁定到气体吸收谱上呢，它的短期稳定度没有锁定的 FP 枪上好。当然我说的是在，比如说锁定到 FP 枪上，超稳激光一般都现在都是在一个-15次方的量级，但是锁定到气体吸收谱上呢，可能秒稳是在-11、-12甚至。那后面会降下来，但是可能，两个呢，它差别就是短期和长期稳定度的问题。然后，下一个是，请问贵公司是可以提供超稳枪，我们自己用激光器锁频是吗？可以。这样的话，对激光器的要求大概是什么呢？如果激光器线宽比较宽，抖动较快的办法有没有办法？对激光器的要求大概，我们可以评估，就是看看，您可以告诉我们您的激光器它的线宽是多少啊？它是一般啊，也就主流的那几种型号啊，主流的公几个公司的几种型号啊，我们都可以评估是不是可行，是不是可以锁啊？甚至您可以把激光器寄到我们公司啊，我们可以试一下。当然，如果您愿意的话。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可以提供超稳枪，您自己锁，甚至超稳枪外面的光路，您直接把激光器接进去来锁，是这样的。可以把 laser 锁定到 FP 枪，用扫描 laser 温度实现扫描气体吸收线吧。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了，锁定到 FP 枪上之后呢，它的如果是我不加这个 sideband locking，就加频率调谐这样的一个功能呢，它是只锁定到了FP 枪上的一个纵模上面。那么我加了这个sideband locking 频率可调谐的情况下呢，它就基本上是可以连续调，但是。我在这个不同的纵模之间呢，可能还是要切换锁定。气体吸收线，它我不知道您扫的范围需要多大。所以，就看您要扫的范围是多大，然后看我们超稳激光它的一个自由光谱区是多大，它的连续调谐的范围是多大。对，一般呢，如果说。在几赫兹之内，没有问题。然后，当然更宽的范围，我可以也可以通过跳这个纵模的方法，也可以扫到，也是可以实现的。对，都没有问题。请问你们在超稳枪做集成化和小型化是如何对振动进行隔离的？枪的。轴向振动敏感度在什么量级？另外，你们 FP 枪能否同时镀多种模吗？比如600纳米和1500纳米。首先呢，枪的振动就是开始提到的，就是这个枪其实就是 Menlo 的12厘米的枪，PTB 的这个枪，然后这个枪呢就是NKT 的这个5厘米的立方体枪，NPL 的立方体枪。那么它的振动，一个首先就是要优化枪型，优化支撑结构。另一个呢，最后当然我会加主动隔热平台在上面，这底下会有主动隔热平台。对，但如果不加主动隔热平台呢，它的噪声就会大一点。然后枪的轴向敏感度，其实刚才这里也有。这个31应该是轴向敏感度，这边的2.5啊乘10的-11次方应该都是轴向的敏感度。
然后能同时镀多种膜吗？可以，刚才这个 option 里面有同时镀多种膜。对，这边的一个同时镀多种膜，但是600纳米和1500是不是可以同时覆盖？我们需要来和生产确认这个问题。如果您我下来会给您回邮件，是不是？600纳米和1500可以同时镀。对。然后，好像没问题了。好，那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再通过那个群、微信什么的联系我们。然后，如果大家对天气也慢慢应该要转暖了，然后大家那个 T 恤我们还是继续发放，大家想要的话呢，可以在这个结束之后呢，去回答一下那个调查问卷，很简单的三四个问题，随便点两下，我看平均的这个调查时间是1分钟左右啊，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 Menlo 的。量子物理的一个提取，就是一个设计啊，好，谢谢大家，下次见。以光为媒，万物有眼。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光影万物线上研讨会的直播间。光影万物主题论坛由一同光电旗下光电会独家打造，采用线上加线下模式，专注产业技术和产业应用的知识分享与行业交流的平台。光影万物线上系列直播集聚大批光电行业的知名科研专家、教授及企业英领。从技术与产业两个方向，远程在线分享激光光学、光通讯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和热点应用。光影万物线下系列研讨会齐由于聚时众间多。关系，本次课程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嘉宾的精彩分享和大家的积极参与。如果需要观看直播回放，大家可以扫描蓝色二维码，关注光电会欧一秀微信公众号，进入点击直播回放。即可购买课程观看，也可在公众号后台留言问题，后续我们会联系讲师回复。我们也为本次会议建立了交流群，欢迎扫描橙色二维码申请入群，与行业同仁继续交流。光学手册持续热销中，现代加购寄送光电产品与资讯、杂志年刊以及光影万物直播间会员，欢迎咨询。